2017年，王力宏做客鲁豫有约节目中，鲁豫谈及人设完美的人是很可怕的，一旦出了什么事情就会承受不住，人设崩塌。王力宏则回应表示，自己从没想过打造吴君形象，自己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完全没有的人是很恐怖的，就是这样的人是完全没有承受力。对，我从来，我真的没有说你一定要小心翼翼的吴俊的一个形象，从来没有过的。就你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就是这个样子。